拨开层层迷雾，哎，你手里拿的什么？洞悉事件真相。以你俩这速度，我看挖到明天早上也看不到棺材。有钱不赚，你是不是傻？这真的不会犯法吗？你没有贪真，你挖个啥呀你啊？根据真实案件改编，面向大众普法。我现在收了你的东西，也意味着承担很大的风险。请看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这里是河北省玉县，玉县又被称作玉州，作为我国古代的燕云十六州之一，有着悠远的历史。从这个历来玉县出土的文物来看，玉县的文物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还有元代的、唐代的、宋代的、清代的文物。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在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来了一些不法之徒的觊觎。刘哥，还几点走啊？等会儿啊，不接。哎哥，我看这书里说，屋里的宝贝能卖好几百万呢。这是小说，真那么值钱的话，能轮到咱仨？啊，那要不值钱，咱干这个干啥呀？放心吧，刘哥说了，这个墓啊是元代的一个当大官的家族墓，墓里边肯定少不了值钱的宝贝。虽然说可能没有小说写的那么夸张吧，但肯定能让咱们大赚一笔。怎么着，也得有个几十万吧？那别等了，赶紧走吧！过了今晚，咱仨就能赚大钱了。我要买个豪车玩一玩。哎呀，疯什么呀？龙哥，你要是赚钱了，你干点啥？我要是有了钱，当然是带着哥几个出去耍呀。那行啊。哪有那么简单呢？这可是盗墓。越值钱的墓越难搞，那咱咋弄啊？咱第一次下手也不太清楚啊。放心吧，到时候啊，咱们哥几个分工合作，我呢就负责拿钢钎探明这个墓的位置，阿铁你呢，你力气大，你就负责挖土。那我干啥呀？你就负责望风呗。行，没问题。我一个人体力恐怕是不够啊。我觉得呀，为了加快速度，咱仨呀轮着干，谁也别闲着。小意思，我这有的是力气。哎，那咱们挖土用什么呀？铁锹。哎，对了，咱们工具带齐了吗？我都按清单准备着呢。啊，洛阳铲。好，这儿。手套。编织袋。两厘米粗的钢钎。啊，水桶。怎么样，够专业吧？这就是传说中的洛阳铲，小说里说的就是他呀。原来长这样。会玩吗？嗯。啊，这么回事。行了，哥几个，哎，我再确认一下咱们等下的行动。等会儿啊，我们开车到这个地方。这个墓呢，位置特别的偏僻，咱哥几个又不是本地人，对吧？估计啊不会好找。但是，刘哥提前给我们画好了路线图。哎，刘哥来吗？还真是光赚钱不干活呀。小田，要是没有刘哥，咱哥几个还像无头苍蝇乱窜呢。而且，咱们来到玉县，吃喝拉撒都是刘哥提供的。一会儿啊，我负责开车，你俩就负责带上工具。等到了地方，就按照刚刚咱们商量好的，我负责探墓，你呢就负责放风，小田就负责挖土。咱们现场有情况，随机应变。行，好。2020年6月14日上午7点，民警在辖区内一处古墓葬进行例行巡逻时，突然发现了可疑的情况。我们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个有一些就是应该是盗墓分子留下的一些刚开始勘测
一些盗墓的一些痕迹。仔细分析了现场的痕迹物证之后，张家口市公安局联合玉县公安局共同成立了专案组。经现场勘查，警方确认这是一个一平方米左右的盗洞，刚好能容纳一个人进出。在盗洞的旁边还有两个疑似探针留下的孔。我们分析，这应该是盗墓分子利用一些专业的工具进行盗掘的，一些洛阳铲或者一些探杆之类留下的痕迹。根据这两个并不显眼的孔，警方分析嫌疑人应该是很专业的。他们计划先用探针进行定位，大致确定了墓葬的深度和尺寸之后，再开始向下挖掘。肯定不是一个盗墓分子所为，他肯定是一个团伙，几个人分工配合完成的。这个盗洞的深度目前仅有一米左右，据此警方推断，嫌疑人应该还没有进入到墓室之中，墓室里面的文物应该是尚未遭到破坏。盗洞、红眼、未被打开的古墓，警方排查发现幕后黑手。我们推测犯罪分子应该，近期还要继续进挖。摸金校尉频频出现，珍贵文物层层转手，警方如何追回？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古墓黑影》正在播出。为了防患于未然，警方还是决定找到这伙嫌疑人的踪迹，并将他们抓获归案。随后，专案组安排民警以这处盗洞为中心，向四周扩大了勘查的范围。终于在这个现场，离现场有二三十米的距离，发现了一枚脚印。但是由于现场的这个地质的原因，这个脚印也不是特别清晰。通过这个脚印分析，它应该是一枚成年男性留下的脚印，其他的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当时也没有发现。仅靠一个并不清晰的脚印，警方还无法确定嫌疑人的身份。随后专案组分析，既然嫌疑人属于团伙作案，并且需要携带大量的作案工具，那他们肯定有作案用的车辆。他们应该是把车辆停在了离这个案发现场比较远的位置，然后他们步行到达这个墓地的位置。民警立即走访了住在附近的一些村民，然而没有村民表示见过可疑的人员及车辆。那么这个盗墓团伙究竟从何而来呢？综合研判之后，专案组决定转换思路。既然嫌疑人已经探明此处，他们这一次没有盗掘成功，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我们推测犯罪分子应该近期还要继续进挖。因为一是他是怕其他的外人发现，另外也是怕我们警方发现，所以说他们肯定会抓紧时间，进行，再次的盗掘。专案组决定安排民警在盗洞附近进行秘密蹲守。果然，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守候，在第二天凌晨一点左右，一个鬼鬼祟祟的黑影出现了。半夜12点以后呢？其中呢，在那个开阔地的远处呢，发现有一辆车停下了。停下来以后呢，停得比较远。当时这个时间点呢，因为它比较晚了，然后呢，发现有人下来以后呢，朝这个方向走。走的过程呢，行迹比较诡异。民警推测，这伙人很可能就是盗掘古墓的嫌疑人。可谁都没有想到，几名嫌疑人在快要到达中心现场时突然掉头跑走了。民警随即对这几名嫌疑人展开了追捕。跟踪的过程当中呢，初步呢确定了这个嫌疑车辆。通过嫌疑车辆呢，后来找到了一个就是禹县代王城镇一个小区里边，锁定了这个车辆停靠的这个小区里边。通过后期呢，通过摸排调查访问，从这个代王城这个小区里边呢，将这个嫌疑人呢抓获。此次行动，民警成功抓获了楼立伟、左惠州、田石磊三名嫌疑人。经过民警讯问，三名嫌疑人很快就承认了计划盗掘古墓的相关事实。当时呢，从这个屋里边呢，就当场呢就发现了这个盗墓的工具、探杆、小铁锹，
啊，还有绳子、提土的编织袋，就只还有手电，啊，这些工具。这些什么东西？探针，看啥呢？指着，指着，汤的。住手啊！嗯。这个呢？这个呗。啊？这一样。都是一样。啊。这个是个坏的，在这扔了呗。那这都是，这都是那个什么汤的。阳云古墓地处偏僻，就连玉县当地人都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准确位置。那这三名嫌疑人均来自外地，按理说他们对古墓的情况并不了解。那么他们是如何找到阳云古墓的准确方位的呢？是有备而来，还是另有其人呢？只有弄清楚这些疑点，案件的真相才能够水落石出。苏哥，我又捋了一下这三个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发现还是有一些疑点。怎么了？这三个人啊，都是河北保定人，案发地呢却在玉县。这三个人到玉县之后，立刻就租了房子，这是不是能说明这三个外地人是有备而来，目的明确呀？但是他们是怎么听说阳云墓的呢？他们当时说的挺含糊，说是以前听说过。阳云墓在当地虽然比较有名气，但是放眼全国，或者对一个外地人来说，应该不是那么出名吧？的确是，阳云墓虽然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时间也比较久远，从元朝一直保存到现在，北方典型的民间墓葬群，但论知名度来讲，的确没那么高。我还专门去查了，这个阳云家族墓地呀，是在1982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但是直到2013年的5月才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说这三个人在玉县有亲戚朋友听说过阳云墓，这倒也说得过去，但据我所知可并没有啊。而且就算是他们听说过阳云墓，总不会连阳云墓的具体位置都听说过吧？这玉县的古墓葬可不少啊，他们到了玉县就直接定位到了阳云墓，这是什么巧合？所以你怀疑有内应？对，这就是我的猜想。我怀疑这三个人在玉县一定有当地人给他们做内应。有道理，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哎，高队他们还在审讯，你把这个消息发给他们。好。民警审讯得知，这三名嫌疑人均为河北省保定市人，按理说他们应该对玉县当地的古墓葬情况并不了解，那么他们是如何找到阳云家族墓地的准确方位信息的呢？民警分析，应该是有玉县本地人做内应。通过审讯呢，三名嫌疑人呢又交代出玉县籍刘某，后来呢在一个沙场内将刘某抓获。那车后头的后备箱东西是谁你知道不？不知道。后备箱有扎杆。小胖他们。小胖他们的。小胖他们从保定过来就带着呢。有一部分是他们带的，有一部分从玉县买的。刘明，玉县本地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邻居说阳云家族墓地里很可能埋藏有珍贵的文物，妄图一夜暴富的刘明动心了。随后他便组织了曾经的工友楼立伟等人前来实施盗墓。当时他们商量了，挖出东西以后呢，五五分成，玉县籍的刘某呢占一半，保定籍的楼某占能分得一半。保定籍的这边呢，他找的人呢，他负责支配这个道德的分赃，玉县籍的刘某呢，他找的人呢，他负责开支。几个人商量之后决定，由刘明负责提供食宿，而楼立伟则负责提供探针、铁锹等盗墓工具。这些东西认识不？认识。谁的？哪个？这个。对。头灯是我的，这个包是我的。啊，你的这个袋子和这个头灯。对。啊，好的。随着嫌疑人的不断落网，
案件的侦破又出现了新的疑点。这几名嫌疑人在被审讯的时候都一口咬定自己是第一次盗墓，但是从他们所使用的作案工具上看，那是相当专业。新手作案却有全套专业的盗墓工具。围绕这些疑点，警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你看看他们使用的这些盗墓工具多专业多齐全呀，怎么会是新手呢？他们肯定是为了逃避打击才谎称自己是第一次去盗墓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他们之前还动过手啊。这就是他们说谎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有证据才咬死不承认啊。哎，用的这些工具都是极为专业的，怎么可能会是第一次盗墓呢？这都啥呀？哎，你来正好啊。哎，你先仔细看看这些东西，然后我问你几个问题。照片上这个东西你认识吗？文物产吗？这个呢？探针啊。这个。这铁锹把怎么这么多？自制的吧？你正经点儿。我是说这些就是自制的专业盗墓工具。怎么了，苏哥？那你觉得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会是第一次去盗墓吗？依我的经验判断啊，新人是不会使用这么专业的盗墓工具的。苏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现在没有证据啊，咱们总不能去跟犯罪嫌疑人说我觉得你就是在撒谎吧。有没有可能这犯罪嫌疑人没有说谎？就是少说了。少说了？你的意思是他们团伙还有新的成员？就是所谓的漏网之鱼，幕后黑手。有这种可能，我再去沈刘明。小五，这回表现不错啊，立功了。所以这个人就是那个幕后黑手。刘明已经交代了，就是这个黑栗子给他提供了大量盗掘古墓的知识和资料。现在就说他是黑栗子，还是有些为时尚早了。刘明也不知道黑栗子的真实身份，但是这个人，张德新。有吸毒前科，他的资料跟犯罪嫌疑人交代的基本相仿。不是基本相仿了，高队去审刘明了，黑栗子就是张德新，张德新就是黑栗子。神秘绰号引出幕后团伙，失窃的文物到底藏于何处？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古墓黑影正在播出。那么刘明交代的这个绰号叫黑栗子的人与警方掌握的吸毒前科人员会是同一个人吗？为了弄清真相，警方进一步展开了调查工作。咱们通过这信息，然后确定人员身份，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新的照片交给之前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确定了黑栗子就是张某新。张德新，绰号黑栗子，河北省玉县人。在确定了此人的相关信息之后，警方在其家中将其成功抓获。同时在张德新的家里，民警还搜查出了很多被盗挖的出土文物。这两个、哦、这两个是哪个墓？是通过这儿那几年从西边挖的。西边的挖被挖的是吧、那个不是啊，那个不是，这黑的不是，就这两那俩土的是吧？那俩土的是吧、啊、从那西边哪个墓？就是我们从西边的墓是吧、其实这个张某新的这个人呢，就是禹县本地人，他勾结了很多的外地人，在禹县由他组织进行盗墓，而且存续时间呢在两年到三年之间了。前两天那个代沟呢去哪儿了？代沟呢去哪儿挖出来的？他们几个都说了，包括胖子都已经交代了。这让别人给卖了。让谁卖的？让我朋友卖了多少钱？700。700块钱。民警审讯得知，张德新没有稳定的工作，后来又染上了毒瘾，为了赚钱购买毒品，他最终干起了盗墓的勾当，并且在此过程中和其他几名不法分子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作案团伙。那波人走了。那波人哪儿的人？山东的。山东的。据张德新交代，和他合伙盗墓的其他几名嫌疑人均来自山东，
其中带头的是时年51岁的张子坤。张武坤是山东人，之前就有盗墓的经历，应该说盗墓经验比较丰富，所以说黑栗子就找到了张武坤一起实施盗墓。他交代他平时就爱到各个村里去打听这些事情，哎，通过打听他知道哪个附近可能有古墓，他确定这个位置以后就告诉其他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后续进行相应的具体探墓。你家面少卖呀？还行啊，最近来的人多。不错，这生意。对。哎，你还没走啊？您这是催着我走啊？我可没说啊。哎，昨儿你自己说的，你不是要走了吗？这是谁呀？哎，来咱们村搞调研的，来了有些日子了。我呀是来咱们这儿搞这个文物调研的，咱们这不是好说的一个古墓葬吗？我来了解了解情况。这些日子天天缠着我，问东问西，我估计啊咱们村养了多少只鸡他都清楚了。大哥你是真厉害呀，啥都知道。那是我打小就在李家庄长大的，几十年我就一步没离开过这儿。哎呀，你是搞文物的对吧？是。你能不能跟上边好好反映反映，多派点人来管管我们村外的那块墓地，那墓地底下埋的可都是宝贝。这几天我就发现有外人在那来回的转悠，一看呢就不是什么好人。行啊，我马上就给你反映啊。对呀，你得反映。这墓地里的这些宝贝，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可不能让外人给刨去。你说对不对？对。您说的对。啊，哎，你过来了，啊，那行，那我马上就过去啊。我这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大姐啊，你那事儿啊，我马上就往上反映啊，你放心。哎，好好反映反映。哎，好嘞，好嘞。狮子过来了。我路过乡村的时候，看到你跟那大妈聊得挺欢的。干咱们那个的，你得跟村民搞好关系啊，要不然那地里的墓葬，你咋一找一个准儿啊？今晚动手，准备好了吗？放心吧，都是专业的，都是专业。你都是专业，你踩点时候让你准备发现了。嗨，那是我没出手，我出手准没问题。只要你把点找准了，今晚准能干票大了。就是这批货呀，你带几小子啊。靠谱点，好说，我那朋友都熟。老规矩呗，五五开。没问题。哎，不是，不是你们长脑子啊？你们有探针，你挖个啥呀你啊？啊？不是你没有，你搞去你啊？啊？我挂了。呵，你这业务还挺繁忙。我跟你说啊，跟这帮新人合作呀，太闹心了，太麻烦，马上要动手了啊，啥也不懂的，还指望着我指引这帮松花蛋呢。他们又盯上哪块地了？南阳庄乡麦丁村附近的杨云木。在抓捕张德新后，民警通过审讯有了新的发现。张德新在指导刘明等人对杨云家族墓地实施盗掘之前，已经伙同张子坤等人在玉县李家庄附近盗掘了另外一座古墓，并且还挖出了文物。从李家庄附近呢三个盗坑里边分别盗出这个青铜器，有断剑、青铜戈、青铜箭头，还有这个车马件，他们叫的所谓的车马件，还有青铜的带钩两件，还有断剑、青铜匕首。张德新交代，他们盗掘出来的这批文物，少部分由他本人转卖给了玉县当地的一家古玩店，而剩余的大部分则通过张子坤转卖给了一些收藏爱好者。2020年7月2日，民警对帮助张德新销赃的嫌疑人王志国实施了抓捕，
并将转卖到古玩店的那批文物全部追回。卖过什么都？其实从错了我心，就是说，就这么快的挑剔儿吧。铜错银的代沟，也是由张某新卖到我们禹县当地，禹县当地这个古玩店，犯罪嫌疑人交代以后，我们从这个古玩店追缴。虽然张德新卖给古玩店的文物已经被警方全部追回，可是根据张德新的交代，剩余的大部分的文物是被张子坤转卖的。那张子坤人藏在哪里了？他手中的文物又卖给谁了呢？警方知道，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将这些文物全部追回的话，等嫌疑人层层转手之后，要想再找到这批文物的踪迹，那可就困难了。那接下来警方将如何继续展开侦查呢？小吴啊，哎，这件呀是已经追回的。好，这还有这么多文物都下落不明。追回的文物呀，只是被盗文物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被张子坤卖掉了。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张子坤，才能知道其他文物的下落。这可惜了，这张子坤贼得很，一听到风声就藏起来了。哼，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但愿老苏和小白那边能传来什么好消息吧。哎呀，是啊，哎，他们应该快回来了吧？啊，差不多呀。哎，回来了。哎，苏哥，小白怎么样？有什么好消息没？所有的信息都在这儿。我们这次还是很有收获的。这是张德新跟张子坤的聊天记录。在张德新被抓之前，张子坤几乎每天都跟他取得联系，而且每卖出一件文物，他们都会五五开进行分账。在聊天记录里还显示了几件文物的具体下落，比如说这几件青铜戈跟青铜箭头都被卖到了山东的一个古玩店里，而这几个车马件被卖到了一个叫老吴的熟人那里。这对我们追查文物的下落也能更清晰一点。但也因为他们之前联系的过于频繁，所以张德新被抓，张子坤发来的消息没有回复，这也引起了他的警觉。现在张子坤之前用过的微信号跟手机号都已经注销了。这刚有的新线索又断了。这是我发现的一张受损的车票。车票？这上面关键信息都看不见，有什么用啊？通过我调查，张德新是玉县本地人，他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是在保定的。有没有可能是他去保定的？是有这种可能，所以我根据车票上的日期去调查了张德新的行动轨迹。当天他是一直在玉县的，下午还去了几家古玩店。那这车票不是他的还能是谁的？我和小白也去走访了那几家古玩店，店主回忆，当天张德新是跟一个年龄相仿的男子去的，拿着一把青铜剑去古玩店询价，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张子坤，对，这张车票很有可能就是张子坤来找张德新的时候带来的，他在保定很可能还有其他的藏身之所，咱们应该顺着保定这条线查下去。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啊。既然我们有了新的方向，我们就沿着新的线索呀追下去，时间拖得越久，文物被追回来的难度啊就越大。这样，老苏，你联系保定警方，协同办案。是。小吴，哎，小白，到。你们沿着新的线索继续追查文物下落。是是。文物是活着的历史，我们必须拿出更加坚定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高效的打击文物犯罪，保护好文物。是是。经验丰富的老手，消失不见的文物，谎言拆穿，警方辗转千里追踪。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古墓黑影》正在播出。为了尽快将其他被盗掘的文物追回，专案组决定立即对张子坤等人实施抓捕。但是呢，张某被抓获以后呢，其他犯罪嫌疑人呢，应该是得到了消息，没有在这个他交代的这个地方了。最后通过
各方信息确定犯罪嫌疑人张某坤、石某良当时落脚点在保定，我们又派侦查员赶赴保定，在保定唐县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经过突击审讯，张子坤交代他的团伙成员中还有一名叫吴国帅的男子，随后警方对此人的相关信息展开了侦查。因为张某坤和吴某帅是同案犯，这个吴某帅在得知张某坤啊被抓获以后，他自己就这个不使用手机了啊，而且连续的换号，所以说这块线索就断了。经过梳理，专案组发现吴国帅很可能藏身在安徽省广德市的一个表弟家里，侦办民警随即又赶赴安徽广德展开了调查。我们找到了吴某帅的表弟，通过吴某帅的表弟啊，得知在到达安徽的第二天，吴某帅已经连夜打车回到了山东运城。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又连夜驱车然后到达了山东运城，再通过山东运城当地警方的配合，然后将这个吴某帅然后抓捕归案。至此，该盗某团伙的成员全部落网。经过连夜审讯，张子坤等人对盗掘古墓的相关事实供认不讳，综合研判相关证据材料，警方确认从2019年8月到2020年4月间，张德新与张子坤团伙联手盗掘的古墓葬多达10余处。经过进一步审讯，张子坤交代他已经将大部分文物寄给了他的山东老乡姚某辉和冯大成。我们呢就通过这个找当地这个快递点，根据现有的这个快递那个嫌疑人的信息去查找了快递单，发现呢这个在一段时间内有3个快递是寄往同一个收件人的，当时我们就判断这批文物已经流向了这个山东济宁这个收件人。2020年8月9日，专案组安排民警前往山东，对姚某辉和冯大成实施了抓捕。据姚某辉交代，他们收到张子坤通过快递寄过来的文物后，直接就转寄给了家住江苏徐州的王茂。先给徐州这个人打个电话，先口头咨询一下。如果不咨询的话，如果说是顺着快递走，一旦快递方向不对，费人费力费时，耽误案件的进展。经过询问得知，人确实没有收过这个青铜文物，我们三人就断定济宁这两名嫌疑人在说谎。姚某辉为什么要撒谎？这批文物究竟藏在哪里？民警随后耐心地跟嫌疑人杨某辉和冯大成宣讲了相关的政策，终于冲破了一名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这名嫌疑人供述青铜器被济南一个人当面买走的，然后我们根据这条线索又驱车去济南将这批文物追回。通过近一个月的工作，民警辗转石家庄、重庆、徐州等地，追回文物共13件。文物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对于一些文物来说，目前最好的保护方法可能仍是让其埋藏于地下，一旦挖掘出土，就可能对其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或是毁坏，甚至或使国家不得不对其进行抢救性的挖掘，其损失很可能是无法估量的。按照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盗掘古墓葬罪属于行为犯，也就是说，只要被告人有盗掘古墓葬的主观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的盗掘行为，不管是否挖掘到文物，都可以认定为既遂，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盗掘古墓葬的，一般情况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有特定情节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我是陆晨，再见。